大家好，星期二得到今日系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号，咁啊今日系星期日啦。嗱，万圣节咧就就快到啊，中共咧又好惊啦。嗱，当然会庆祝万圣节嘅，通常都系中国比较洋化啲嘅地区，上海就肯定会噶啦，北京咧就冇咁热烈。咁啊，上海警方咧觉得如临大敌、啊，点解啊？ 咁啊！今次咧，佢哋公開咗個保安部署，啊，要求當日禁止佢哋咧出現嗰啲叫角色扮演者，即係話唔俾 cosplay。cosplay 咧最熱門嘅就係扮大白，即係話俾聽呢啲係鬼啊，呢啲係魔鬼啊。咁啊，除咗扮大白咧，仲有人扮小熊為尼啦、啊，係嘛？咁啊，今次咧會唔會有其他嘅扮相咧？會唔會其他嘅諷刺嘅角色咧？唔敢講，但係咧對於中共嚟講已經係受不了,了。 嗱咁啊！而且咧，佢哋好擔心一樣嘢呢就係年輕人嘅聚集，分分鐘爆出好似二二年呢烏魯木齊中路嘅抗議事件一樣。嗱，上海警方喺萬聖節前夕嘅部署，佢哋以安全為呢個第一標準，特別喺黃埔區嚴格管控同萬聖節相關嘅裝扮同埋元素啊！嗱，根據黃埔區街道辦嘅內部通知。 警方已經要求喺萬聖節當日禁止嗰啲角色扮演者出現。嗱，一旦佢哋出嚟，即係扮鬼扮馬扮鬼嘅，即刻咧進行勸阻同埋處理。咁如果佢哋扮龍為兵呢，都係鬼喎、啊，一樣嘅魔鬼嚟喎，係咪啊？嗱，報道話啦，好多中國嘅年輕網友計劃去上海過萬聖節，因為只有上海先有呢條氣氛，第度冇嘅，係咪？

但係當局對於一多人聚集，尤其是係年青人啊，就怕會唔會引起一啲咧群眾性嘅事件，例如好似舊年呢個之前誒烏魯木齊中路嘅事件，又或者咧引發呢個年青人對政府嘅不滿，因為而家對政府最不滿嘅就係年青人，佢哋咧以躺平嘅方式咧去對抗，今次亦都唔知道會有啲咩方式嚟出嚟對抗中共嗱，所以咧今次佢哋係覺得自己估唔到啊！ 嗱好啦，咁啊，另外有分析咁講嘅，中國而家咧係正正要加強社會管理同埋管控輿論嘅網絡，好多西方相關嘅節日或者活動受到更加大嘅嚴制，即係嚴格嘅限制同埋監督。萬聖節，尤其是西方越係狂歡，佢哋越係禁。咁啊，當然就係聖誕節啦，逢係西方過嘅節日咧，其實佢哋咧都好努力去打壓嘅，因為佢哋咧。 一路都講唔搞西方一套，佢哋引入德國人搞嘅誒馬克思搞嘅呢個共產主義係嘛？佢哋食呢個俄羅斯人放屙出嚟嘅屎係嘛？搞呢個叫做列寧式政黨，結果佢話同你講佢哋唔要西方嘅一套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見到警方嘅通知呢，就話誰發現誰帶嚟誰卸妆即係話一見到你化咗妆即時要你呢，就係帶嚟現場。 要你即刻卸咗個裝，佢哋要確保街道裏面唔出現任何違反規定嘅裝扮。一旦發現唔合規矩嘅裝扮或者相關活動，就會採取勸退同埋強制措施。任何抵抗都會導致進一步嘅法律處理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網上同埋實體嘅萬聖節宣傳活動亦都受到嚴格限制。

佢哋會諗好多方法嚟刺激中共。嗱，呢個呢就係中國覺得好頭痛嘅嘢，因為呢，佢哋對付呢九十後啊、誒八十後呢，好容易嘅，就係打你嘅軟肋。八十後、九十後大部分都好早婚嘅，大陸人早婚啊嘛，早結婚，好多有下一代。佢哋唔敢同共產黨硬拼，甚至乎唔敢反抗，逆來順受。農民更加係啦，係咪？但係而家喺城市嘅年輕人根本就唔蝕你。

嗱，所以咧，你可以睇得出啊，個社會咧好分化，亦都好無助。年青人嘅無助係在於佢哋冇希望，佢哋嘅對呢個國家嘅幻想破滅，而呢個國家對佢哋嘅洗腦話俾佢哋知，你哋係全世界最幸福嘅人，結果完全唔對版。現實就好殘酷，係嘛？佢哋咧真真正正感受到佢哋受騙。呢一批人除咗受騙之餘，

周圍去問鄰居攞糖，係咪扮鬼扮馬咁樣？呢個係一個一個即係點講？普天同慶嘅日子嚟嘅。嗱，雖然咧，我見到有啲基督教國家咧會比較咧抗拒萬聖節，覺得咧誒呢個咧係反反反宗教嘅、反基督嘅咁樣。嗱，實際上咧，你見到美國咧，佢嗰種佢嗰叫做咧將佢咧娛樂化、輕鬆化咧，反而係會係容易啲嘅。第一，容易啲入口；第二咧，喂人哋攞都係攞嚟玩啫嘛，係咪？ 即係一年輕鬆一次係嘛？咁啊跟住咧就輪到感恩節咯，跟住咧就輪到聖誕節啦嚇。咁啊所以一係一連串嘅節日咧係跟住落嘅。嗱，中國咧就冇依樣嘢，原因咧就係本身中國冇宗教信仰。咁當然啦，萬聖節亦都唔係百分百嘅宗教信仰，係由一種宗教演變出嚟嘅一種咧節日嚇。咁當然啦，係俾俾人哋嗰啲即係是比較。 基督基督教嘅國家你就會覺得啊萬聖節呢啲係違逆不道嘅，唔應該慶祝嘅咁樣。但係呢，你基本上好多人都唔覺得係咩回事玩啫嘛，係咪？即係輕鬆啲，我覺得冇乜問題啊！啊，我哋都有啲鄰居啊，整啲掛啲南瓜裝，整啲裝扮啊出嚟，咁其實幾好啊！整啲燈飾係咪？嗱呢樣嘢呢，誒，我哋去到超市啊，每逢呢十月呢，你去到英國嘅超市呢，就有好多南瓜。 好多萬聖節嘅裝飾啊、假髮啊、面具啊、之前似啲玩具啊、咩嗰啲啲叉啊、刀刀叉叉嗰啲咧武器啊、魔鬼嘅武器咁樣咧，係好多嘢攞出嚟賣嘅。啊，有個成成成個 c o n t 全部賣嗰啲嘢嘅，你你可以睇出嗰個地方嘅文化係咪？ 咁當然啦，未至於英國未至於咧家家户啲小朋友周圍咪攞糖嘅，係咪？我哋都未試過啦嗰时時住住喺倫敦啊，都冇試過隔離左右嚟攞糖，係咪？又本身又冇咧，又冇準備咧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咧，未未感受到嗰種氣氛。嗱，喺美國嘅朋友咧就可能會感受到，英國就冇比較少啲，唔係話完全冇嘅。 你話嗰啲純粹啲住宅區啊、別墅區咧，啊，多小朋友啲咧就可能會有咯，或者咧，其實小朋友都好，佢哋都好醒目嘅。你有怪啲裝飾佢嚟出嚟咧，佢哋先會嚟問你攞嘅。如果唔得都費事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一一個即係呢啲叫做咧，即係輕鬆嘅節日咧，去到中共咧就如臨大敵，可以睇得出佢哋對於統治嗰種虛僑，對於自己政權嗰種不安啊，啊係好緊要嘅。

大家亦都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哋，帮我哋多啲欣赏广告。拜拜！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。我哋为咗香港人提供一个好便宜嘅居所。嗱，大家啱啱嚟到英国嘅时候，其实系好难即时可以揾到屋租嘅。嗱，所以我哋咧为大家提供一个廉价嘅暂住服务。大家可以用一个好低廉嘅价钱租住。我哋嘅酒店有单人房、有双人房、有家庭房。 每個月由三百磅左右起，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，只係收一個月按金。咁啊，大家咧當然最少住一個月啦。咁所以咧誒價錢唔係好貴嘅啫，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。為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。嗱，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，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，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。 继续节目之前，先要多谢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。Surfshark VPN 可以保护你嘅个人资料被盗取，避免俾黑客盗用信用卡。上网可以体验冇广告、冇弹出视窗、冇追踪嘅网站，粉碎审查制度，可以帮助你绕过政府嘅审查，隐藏你嘅网上记录，可以自由访问新闻、娱乐同社交媒体。一百个国家，三千二百多个伺服器。 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国家嘅节目，不限装置。订阅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，几多部手机、电脑都可以共用一个账户。仲未安装 VPN 嘅朋友，记得快啲安装 Surfshark VPN 多。